开始就是说政府有叫我们要回收环保，那我就把所有的环保都挤在一起，拿到我们旁边有一个师姐，她在收环保。有一次被她碰到，她就叫我去做环保。可是我是想说做环保，哎呦，不要啊那样。后来半夜的时候，别人睡觉再拿到他们的燕子就丢下去这样。进入慈济的时候，才知道要救地球，然后又听到那个《爱洒人间》的歌，我就每次听，每次哭。就是说，那个地球要毁伤啊，然后我就想说，那我们就一起来做啊。那做环保，有的就是下班的时候来啊，那我就想办法，一定要给他们吃一点点心啊。他就越做，大家都越高兴，就越旺。有时候会害怕说，那也奇怪，给他们给他们钱，啊，没人。可是就是奇怪，尤其在下雨，龙天护法，赶快会一样那么多人，到最后完成还是会很多人。有时候我们做完的时候啊，就会聊天嘛，啊聊天就请他们说，啊就一挂人来做晚播，啊是不是就这样越做人就越多了？以前怕做环保。到最后的时候，我都叫人家说：“我来哦，大家进来做环保，因为越做越欢喜。趁现在的手脚都还能动，我们就是尽量做。”